次看看有无走。有个卡士达的。因为上次我们吃那个小小那个鸡蛋糕那种夹角那个，我就觉得卡士达酱我不喜欢，没有特别喜欢。这里的雪都被刮光了。一条路是下来的吗？就是切往那个，切往那个雪里大学坡。你要上雪吗？我不用啊。练习都是滑 Highway Costa， 跟着这个缆车滑的，然后 Masta 滑也没滑过， Masta 是松雪区哦。然后我们以前都是切那个绿线，切，然后就接回那个蓝线。Masta 不就是我们这时候只开 Masta 吗？好像是哦。对啊。倒退。
等 VR 雪很平呢。现在 VR 雪已经被刮光了。这不是，这应该没有。早上来滑第一道。我觉得这没有压。我觉得这没有压。这块有压。因为我觉得它没有压。是啊。我觉得无从证实。我的印象中，这一块会压一半，就是左半会压，右半不压，右半保证不压。不要逃跑！这个是蛮头的挑战。要不然就还好了。嗯，松松的，咻的一下就下去了。那就谢谢啊。可以去喝果汁尿尿。
去还没两点呢、啊，才一点多。对啊，所以去了到。就有个缆车啊，管他上去了自己上了。哎呀，你有看那牌子吗？哪里？看那牌子，不知道看牌子写什么。我有看，但是我看不清楚。嗯、我刚回头了。是一个人，然后脚踏开，结果不是。我看那个你碰的雪道应该是最干净的吧？嗯，怎样干净？就是没有很多快速的人把雪堆铲起来，然后还有很多慢速的人帮忙压平。所以那里应该会比较好玩吧，看一看。这里在上车。这不是刚刚、啊，这是刚刚那个吗？刚刚那个他们坐在我们旁边那个。是吗？嗯。你看他们衣服就是那个紫色的。那问题是现在是教练啊。因为应该是那个深蓝色的是教练。有没有？他在跟他讲话，那个。那他们其他只是来上课的。他们都是教。是教练在被受训的感觉，而且我刚刚说看到那个教。